我天选之子王大河，简中 PTCG 贺仓泽三个补充包，咱们头两天呢已经开完了贺和仓，但是剩的这个泽相对来说关注度就不是那么高了。但是你们别忘了，这个盒子里面啊，全图的妹卡也是有不少啊，像什么阿塞罗拉呀、游客、竹篮，还有什么金的高级球、金的离动绳，巴拉巴拉的。这要是开到一个，那也真是爽歪歪呀！今天咱们就搏一搏全图的阿塞罗拉。和这个盒子呢，你看表面上一个先一步，然后呢侧面看一下，它里面主要能开到这个阿罗拉的六尾，它六尾的这个技能效果也是蛮强的。这个盒子确实讨论度要低一点，但是里面也不代表没有好东西，而且我们也不一定不会开到好东西，对不对？再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啊？泽呢，里面是主要是水系、豆系啊和妖精系，蚊香蝌蚪、尖牙露莎，它不应该是龙系吗？阿罗拉六尾。哎呀，阿罗拉六尾是真可爱呀！天秤偶、呱呱泡蛙、拉鲁拉斯、咕妞妞、小陨星、基格尔德、小赌、吼爆蛋、绝地兔、爆音怪、呆呆王，这呆呆王怎么是水系啊？树才怪、清洗骆驼母、妖精坠饰、尤利加、精神储存碟、宝可导航。哦，闪出现了，卡普爹爹、猎咬露莎，猎咬露莎真的不是龙系吗？哦，一个 PR 的蒂安西啊，一个灵境之心的蒂安西。这一包里面居然连个双R都没出，反闪的天秤偶和反闪的阿罗拉穿山王，还招远玉，猫鼬探长，猫鼬探长像某个美国人，一个双R的银半战兽，目前只开到了一个全图的怪，一个小闪的灯罩夜姑，哦，一个阿罗拉的九尾，哎，这个仙九尾效果还是蛮强的，六尾进化成九尾以后可以直接发动特性，然后抓两个物品卡牌就到手上，有高吗？又没有高，一个小闪七一青鸟，然后一个双R的弱丁鱼，这弱丁鱼我怎么记得我有好多了，我记得繁中我有好多弱丁鱼，小闪的棕岩狼人，闪的七夕青鸟，来个高吧，这一盒怎么到现在高都没出，高寒真的出了，哎呀，你首先一个七夕青鸟先拿走啊，一个路卡利欧啊，一个双R路卡利欧，下一个 SR 的什么怪，水系能是什么呢？哎呀，冰一步好像还可以哦。那么继续啊，这第一个高喊还可以啊。哦，这真的高了，真的高了。哦，双R的暴击纹，来看一下高喊是什么 ？SSR， 宝可梦，先一步吗？哦，沙奈朵呀！我靠，那是沙奈朵还不错哎，牛的，两个宝可梦出了，全图人物还没出。哦，一个双R的肯泰罗，哎呦。闪的一步，哎，这个闪的一步好好看呀，啊，灰色的一步，哎，小水象没有高喊，小闪路卡利欧，双耳的甲贺忍蛙人气还是蛮高的，这还有双无啊，可以啊，哦，一个拉普拉斯，哎，我小时候一直以为是成龙大哥告他在改名叫拉普拉斯的，哎，怎么又一个闪光溜溜，一个小闪巨爪怪，蚊香蛙皇，哦，这个双耳是先一步啊，可以，后面又是个闪光，哎，我靠。哎，闪光的阿罗拉六尾，哎，这个还不错啊，阿罗拉六尾是真的可爱，我要把它收藏起来。小闪的蚊香勇士，这个水九尾没有仙九尾强，双R的燕白丘雷姆，卡普爹爹，路卡利欧，哎，这个双R也是路卡利欧啊，怎么还有个反闪的利欧路啊，这都是排好的吗？哎呦我去，这个猫幼兽，要不怎么说宝可梦的卡图就是比游戏王好诙谐，看明白了吧？哎呦我操，这是什么金鞭高喊幼儿，哦，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金的，来看是什么属性，物品卡啊，高级球，我操啊！哎，什么叫天选之子啊？还愣着干什么？点赞休憩了呀！高级球不考虑退环境因素，那真的是一张超强泛用卡，实用性和收藏性都非常强。这才三张高喊，哎，咱已经差不多回合了呀！真不愧是你，天选之子的名号，非你莫属。还差一个高喊，要是再来个全图人物，那真的是爽歪歪了呀！棱镜之心的波尔凯年，哟呵，水九尾猎咬露莎，棱镜之心的超提升能量，马马虎虎。哎，高喊，小心翼翼的看一下啊！哎呀，卡普奇奇，我有个繁中的 UR 版本，看后面的高喊。SR 有属性没有？哦，全图人物。哦，哦，尤利加 ，nice。啊，那些等着刷我不能接受的可以刷起来了啊！王大河，你嘛时候是天选之子？我不知道，你说呢？就在今天，啥也不说了，各位点赞吧。信口开河，全网最有排面的开箱测评节目。